啊，真信了，你的思想、见解、行为，自自然然跟没有遇到佛法之前呢，哦，大不相同啊。真心啊，你是不是真的愿意生极乐世界？果然真愿到极乐世界去，这个世界一切人事物，你自然放下了。你要是你放不下，只要有一桩放不下，你的愿呢就不真了。啊，有真性，有真愿，再看你是不是真的在行。如果你真的在念佛，把念佛看作你这一生当中地藏大事，把念佛落实在这一天当中啊，从早到晚，这是我最重要的一桩事情，有事来了办事，佛号放下，专心工作，工作完了的时候啊，这工作一放下了，佛号就提起来，真念啊，我们净宗学院这里提倡经教啊，经教是我们附带做的，不是正规啊，附带主要分清楚，因为经教这一桩事情不是人人都能学的。